时候会不会喊出是什么呢？在 N 积无穷大的时候，那个积分测度这个它也会变成了那个一个泛函的积分测度，三分之一，贝塔欧米伽，一，西塔，一西塔，一的零到贝塔。那时候我们可以将原来的高斯积分公式，就是格拉夫曼数的高斯积分公式，把它推广到适用于这种无穷无为的，积分，所以泛函高斯积分，是吧？它可以写成一个，determinant。注意到它有一个反周期的链条，因为这里的西塔都是西塔涛嘛，西塔当涛为零的时候，是吧？它跟这个。为贝塔的时候是一个反周期的边条件，所以我们把反周期这个边条件作为下表 A P B C 是 N T periodic 是吧？就是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然后把这个中间部分这个算符，就是求它这个的行列式。对于这个算符的行列式，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把它所有的本真值求出来，然后将它们乘积了。就是其中这个下表，A P B C 表示。应该在反周期的边条件下面计算本真值。反周期的边条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 epsilon 这种小量啊，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后面会发现它还是可以给本真值的无穷乘积贡献一个有限部分，所以我们暂时先保留它。